活动，尤其这样子的活动是非常的鼓励，而且是非常的支持的哈。那所以我代表学校呢，中州科技大学呢，代表所有的师生，欢迎今天的所有的选手到学校来，来这样子的参加这样子的一个活动跟比赛。当然也预祝哈所有的今天的参与这些活动的能够做球技的交流之外呢，也能够做一些伸展哈，因为疫情的关系。已经很少那个一些办的活动，所以我们今天除了打球之外，当然也是要注意一些疫情的一些防范哈。哦，今天非常荣幸哈，代表县长王惠美哈来参加我们由中华民国大专总会所举办的这个110年哈这个大专院校教育行政人员的这个网球锦标赛。哦，这个大专总会就是我们。教育界最高的哈的一个体育团体哈，就是中华民国大专总会，因为我也参加过他的比赛，他办什么？办全国大运会，各位也知道了哈，全国大专运动会，我想各位学校都有举办过哈，这个非常高的一个比赛哈，所以今天我们大专总会能够在这里举办，那由我们的中州科技大学来承办哈，是非常的了不起哈，中州科技大学也是。我们中部地区哈，尤其彰化地区哈，一个非常优良的一个科技大学哈，那它的这个相关的体育科系也都非常的蓬勃发展。像我们这个彰北运动中心哈，就是我们中州科大来承办的哈，做得非常的好，已经经营了好几年了哈。